你家已经是靠车手了。元祖先生合体晕了，瀑布拍片原因。咁雖然即係好大部分點解我翻嚟美國就係想照顧老豆，你嗰時都同我講過，而家就老人之外嘅。好久不见的吴彦祖今年转战职业赛车手，原乐到纽约找老友 ，A 一眨眼两大男神都已当爸啦。你几大噶？40啦。你咧？47，接近50啦。你真的完全不像。对啊，我整容了，整容了。我们很久像赛车，然后我们的 career 为什么这个年纪不想拍戏？因为没有，不是不想拍戏，就是要选好一点。没有 balance。我跟他已经拍很久的戏，是时候我觉得他想赛车，他觉得他赛不赛车，他也没有体力跟那个专注力去做他想做的事情。男生们也画当年以前用胶卷底片拍片的种种回忆。我们跟他拍戏的时候哪有 playback 可以看，最初都是胶片的时候，你就是要很准，他们要求你的走位也好，你的对白也好，都是要很准，每一秒钟每一秒钟都是钱。所以那个年代的香港的导演都很厉害了，以前最常是什么？最常在现场被骂，我们只要问问题我们就会被骂。对对对对，你不用管，你懂个屁！对对对对，你管好你自己。而且那个时候我的中文不那么好，广东啊，他很常，他以前很常会被笑，因为他广东话不行，他来香港才学嘛。你那时候是怎么看剧本？就我自己写拼音嘛，写拼音到现在也是这样的，因为我只能看到20%、30%吧，对我还是不能看中文的。那个年代就是被逼的。哎，闻到疫情下最大的转变是什么？从疫情开始，我们两个人就一直为自己找事情做，好像觉得 feel guilty 一样。但这个也是香港人的一种状态吧，就是比台湾人一定要找事做，台湾人比较 chill， 比较 chill， 比较 chill。香港是走，但是很明显就是我们两个，我觉得同一样的，就是结了婚之后，就生了孩子之后呢，就有一个很清楚的转变，就是不想一直在拍戏，然后就小朋友不认得你，完全不知道你是一个是怎么样的人。对对对，你可能赚了很多钱给他的未来，但是你那个时候不是在他身边，会后悔的。你觉得我们红？我不会觉得我们有多红。没有，那另外问题就是，另外就是你会有很多新人跟 competitor， 跟你不做，别人会做。那我们的公司也会担心说，你好不容易爬到这，你跟我说你不做，那他是不是他的投资就亏了？对，对，有一些人是因为他们要养一帮人吧。你有仔咁样，我养咁多人。对对对，我很常跟你不会，我以前跟他拍戏，没办法可以停下来。对呀、啊，没办法停下来。我就问古仔，因为他自己说我挺，就他们都没有工作。他说你以为我不想停？我说你怎么这么累，你赚这么多钱。他跟我讲一句话我就吓到，他说你知道我一个月发薪水要发多少？他说我一个月光是员工的薪水就据港媒报道，古天乐一个月要发给员工的薪水居然高达400万港币，换算成台币约1514万。然后如果我不做，我公司的人就没工作。他是一个责任，另外一个责任感。我跟 Daniel 是家庭，他已经把他的员工变成他的家人。